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无聊实验室。我们常说凡事都有一体两面，像这个四合一黑糖，它就不只有两个面，它有六个面。但是有一种纸条，无论你再怎么看都只有一个面，你相信吗？我也不相信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实验看看，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只有一个面的纸条。实验开始。世界上存在只有一个面的纸条吗？答案是存在。哇哦！这种纸环就叫做莫比乌斯环，顾名思义就是由莫比乌斯这个数学家所发现的。它证明了自然界中存在只有一个面的物体。其实这个神奇的科学理论也可以应用在生活上。如果你将 bagel 切成莫比乌斯环，再涂上果酱的话，就不怕吃到一半 bagel 会上下滑开了。那我们今天实验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并关注新凤鸣海外实验店。要是你有想到什么超级无聊的实验，想要小编替你做做看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都会亲自回复哦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